嗨，各位同学好，我是中农老师 David 老师。今天还是一样进入到我们自然拼读以及国际音标的一个进阶循环学习。在上堂课我们教了 LD， 在破音形态的时候我们念 alt alt alt， 所以生词有 bought bought bought， 那 ELD alt alt alt， 生词有 held held held。好，那像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学习课程之后啊，那我们来今天来看，在我们的连音韵音的排列，我们来看下一个 ILD， 我们找到这个生词啊，在 ILD 的时候注意看啊，这个又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发音形态了啊，所以我们在 ILD 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生词有啊，我们 ILD 我们念 ILD ILD ILD， 生词有 child mild。Wild， 再一遍啊 ，child， mild， wild。好，那在这个 ild 的这个地方，好，同学们有注意到这个地方啊，它又是一个特殊的发音形式啊，特殊的一个发音形式。好，所以注意一件事，在 ild 的这个地方啊 ，ild 这个地方啊，好，来，我们来，老师来把这个。上一堂课拿掉，然后注意到 ILD 虽然 I 被后面的挡住看起来像 closed syllable， 但是有没有注意到这个 I 它其实它并不是念短母音短元音，它其实念是什么长母音长元音、哦、长母音长元音 long vowel， 所以在这个地方发音的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也就是当 I 再配上 LD 或 LT 的时候、哦、它其实 I 通常就会念长元哦、就是 when I meets LD and then or LT、哦、I pronounce as long vowel、哦、就是说意思就是说 I 这个字、哦、很特别、哦、在 ILD 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念长元而不是短元，所以你可以看到只要是 ILD 的时候、哦哦、这样的组合时不管是 child mild wild 都是念长元。好，那当然我们今天就把我们的 onset、哦、把我们的这个首音、哦、拿出来，第一组首音我们是拿的 onset， 我们拿的是 ch ch， 我们就发音为 ch ch ch， child child child。 第二组、哦、我们注意、啊、老师念是自然拼读念法、啊、跟、啊、国际音标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同、啊、在某些组合的时候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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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d, mild, mild. W, 我们就念 w w w. Wild, wild, wild. 好，再一遍啊。Ch, ch, ch, ch. Child, child, child.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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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Mild, mild.Mild,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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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d, wild, wild. 好，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你要练习三个。同样，我们去看看有没有 O 啊、我们就先来看这三个。那记得在这个发音的诀窍的地方啊，就是这个中间这个 L D 的时候啊，记得那个 L, L, L， 我们就是念一个 O 那个音啊 ，O。Old, old, old. 好，那最后一遍啊。Ch, ch, ch, ch. Child, child, child.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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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Mild, mild, mild.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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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Wild, wild, wild. 好，那最后一遍。Child.Child, child, m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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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d, wild, wild. 以上就今天课程，也谢谢大家、啊、如果喜欢老师课程，可以持续的、啊、关注老师、啊、帮老师按个赞，做个分享。以上就今天课程，也谢谢大家收看。